哈喽，今天九月有活动啊，双十二活动，拍下立减25元，还送一包这个酸笋啊，里面是有6小包，再加一包腐竹。先来开个小饮料，吃卷耳螺是不是？你一定要吃这个小辣椒，可好吃了。看起来它可怕，觉得可怕，但是吃起来不怎么辣。我这个粉泡的时间太久了。大概泡了1-2个小时了，我觉得。咱们自己泡，泡个10分钟就行了，因为我有事给忘了。